反而要出问题了 ，OK， 抬回来一 Q 挂上，没有闪现的牛头直接做掉，再卡一个束缚，这么简单啊 ！OK， 直接做成牛肉粥，哎，想来搞小火，来过来，小火有闪，上来再清嘴，压力有点大了，这波，但还好波比的人头并没有让给狐狸。 这边特特中野是往上路走的第一时间，现在清完一波，现在来下，但二塔来得及吗？波比一个人来了，这个台没抬到，来了，要上了，手里有大的牛头，开个大招，波比锤走了，哎，这波有点危险，小火，小火计划解，但是一个秒等的拖时间，队友来得及吗？巨魔来了，不行，能打下去，还行，这边波比没有闪的，被锤走的人回来了。 哇，生命也尽力来救了。哎，这波小龙被逮到了。啊？这波好像队友有点脱节了。对，这波太想要东西了，下路推完是慢的。OK， 有时候太好的交流也不是。对，有的时候有交流是副作用。哎，大刀崩住了，又来。但是这个抬回来，但抬的是悲寸，很肉啊。有人交替了，狐狸交替过来，闪现有恶劣。OK，要反打吗？ 哎，这边阿基里先撤，得先撤。生命锥被秒，但是悟空也被抬。对，穿一个大招救一下队友。这能弹吗？小薇过来啃，打出闪现来。OK， 多买个针眼，没问题。哎，生命又被逮了，直接交替。这波是大纳尔下来的。OK， 给大招，把纳尔断一下，纳尔还空大了，还不错啊这波。 哇，两连头，但小护直接被射死，看一下后续一个柱子，哎，卡在里面了，一个 QQ 住了369，很有感觉嘛，现在，但是怎么才369啊？他暴击流船长啊 ，Q 老鼠，才 Q300，哎来了，进来打，来逮纳尔，纳尔没闪的，技能好像没跳过去 ，OK 死了，还能直接逼中路。 再给中路压力，又来起节奏，然后中野直接绕后给压力，不让你守这个塔，但是塔也不好推。波比来了，锤大招，小兵挡一下，自己还是被锤走了。这个塔能不能推？要招，要招，打得很快啊！大龙马这么怎么样？打得很快啊！这边过来做视野看到了，长眼只能往前走，但是。 龙已经快打完了，布雷扎还放个大招阻隔一下，来了直接阿闪，没打到老鼠，但还是没有眼。OK， 好简单，自信啊这波。哎，扫到眼了也不排，想来开，怎么说？一段大两段大，直接推走了，生命就一个人，但是好肉，大招直接一把，小火的封住，悟空没大的，亲嘴亲到了，直接开射，小火有进化，直接交双招。 我还行，强子给了个虚弱挂的，伤害都没有了，减速，还在减，还在减。这一波在砍打疯狂砍打，还要往前推。大飞饼，哎，思明得过来救一下，想救想救。OK，救不了，看着好像不是太想救的样子。然后再来正面一个人往前面顶，玩的就是没压力。这个位置船长给大，哎，悲惨，进来。 进来的好急，哎，这个龙等小薇过来，悟空想进来硬抢，差一点，想法是好的，傻大招，特特这边双击根本就不敢输出，这闪现过来助挂虚弱 ，OK， 丢到了，过来打点被动呗，有没有人打呀 ？OK， 虚弱过去 A， 再一个台，这边也被卡在墙里面，闪现过去，很强势啊，玩的，还有走吗？哎呦，小薇。 哇，他好细节啊！把那个狐狸助出去，他点那个爆炸鬼头就没用了。玩的好帅啊！要一波喽，野斧复活，野斧复活有用吗？感觉没什么用啊。一点压力啊，玩的。
来了，哎呦，这个柱子卡的波比动不了了，直接吗？来了，顶进去 ，OK， 嘎啦要骂人了。哎呀，整理一下自己的发型，然后结果发现没什么好整理的。不是，他是烧头，每次都在哪里剪的？不会直接基地给我爸随便找个，但是来个会剪头的帮我剪一下。感觉是那种花了钱但是又剪不好的地方。不会是那种吧？就是第一次去那个地方，然后找办个卡就逃不掉了，想赶紧把卡里钱用完。说到这个事情，老师那会跟他一起去剪头的时候，那个人跟我说让我办卡，让我探头，我跟他说了一句不办，别跟我说话。然后他办了。然后小虎那边跟别人猛聊，兄弟聊晕了。谁把谁聊晕了？那个就是两个人都聊晕了。他出来还跟我说，那个店员一直跟他说做什么造型会改变他的外观，说他的头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说你别听他说的。他说反正之后都要来，就住基地旁，就在基地旁边，要不办张卡吧。我说你别办。哎，我昨天看到了一个巨好看的视频，